湖州德清的高先生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超市，他说最近几天客源减少，生意大受影响，因为有人要跳广场舞。德清县跨塘街有个秋北家苑小区，分成南北两块，高先生的超市开在南苑北门，开张两年多了，每年房租将近7万，主要客源是小区业主。高先生说，北苑南门和南苑北门一直是小区的主要进出口，人和车都要从这里经过。大概10天前，两个门口各被放置了3个圆形石墩。现在呢，就是小区就是为了跳广场舞的大妈方便，就是每天晚上这里跳广场舞的很多，他就是现在把这个大门堵住了，也是消防通道。石墩体积不大，没有用水泥固定。南北两院之间的这条跨塘街是条断头路，车子很少。高先生说，在两个门口设石墩，小区的车子不能从这儿进出了。这样一来，跨塘街的车流几乎没有了，客观上为居民们跳广场舞创造了条件。他拿出前两天晚上拍的视频，有3组人在跨塘街上跳广场舞，每组大概12、13个人。高先生说，广场舞的音乐声不算大，一般8点钟就散了，他可以接受。但自从设了石墩，店里的生意明显不如以前了。现在就是对我们这个商铺的话也影响很大的，因为当时我们投标的时候，这个明确指出来这是大门口，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有一种欺诈行为在里面，啊，对你生意有影响？影响特别大，客源少了。高先生说，现在小区的车子都从其他出入口进出，来买东西的业主少了，日均营业额少了将近1000块钱，他接受不了。而且这两个门是消防通道，放置石墩不知道是否合适。小区的物业经理表示，他们今年4月初刚入住，之前是另一家物业公司，放置石墩不是为了方便居民跳广场舞，而是出于安全考虑。有一个老太婆已经就是一个车子已经有一次事故发生了之后呢，那么我们业主呢，我们就是物业呢，就是跟村里反映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就是你车子进出了，他们村里来说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作为消防通道，一般他们说这里是不通车的。村委的胡会计表示，书记不在，小区的情况他也很了解。秋北家苑是安置房小区，2017年交房，当时很多居民要装修，为了方便大家运送材料，他们暂时开放了南苑北门和北苑南门。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把它这个要那个限制，你也知道小区里面孩子进进出出那个地方车辆进出就是安全隐患很大的，所以现在呢就考虑到那就是那个店面房招租之后，考虑到他们做生意啊什么的，所以没有全部限制，就可以人通行，车不能开。胡会计说，放置石墩已经是一种折中的做法，至于居民在马路上跳广场舞，村委也觉得这个场地不合适，但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地方。那肯定不合适，当然的，这个要政府出面的，我们肯定解决不好的。政府如果没有那个公园或者空地啊、广场这些设施的话，我们健身场所是缺少的。胡会计说，村委目前正在向镇里反映，给居民解决健身场所的问题。德清县消防大队表示，小区门口放置的石墩体积不大，而且可以移动，不算阻碍消防通道。关于高先生提出的生意受影响的问题，胡会计表示，租金是交给小区业委会的，他们会组织业委会和商铺进行协商，看能不能适当减租。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